같아요. 수가 아니요. 남록. 나라. 남록. 까오랑. 아, 이미 짜대야 대장. 짜지오야. 짜대. 왜 오냐? 嗯，对呀，发条，发的。那边有好几只呀。不低。妈妈买两包了。不低哇，第五台啊。妈妈，老板叫我去接，我带他去接，用到。哎呀。中南机台中这首歌现在听完唱的，我是歌唱老手阿赞，有情有爱，自由自在。那这时候呢，在准备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最多的时间就跟我们的特别嘉宾就是钟伟聊一聊哦。那其实钟伟也是第二次来到歌唱老手的这个单元了吗？第三次，第三次，对。不是吗？第三次到吧。是吗？哦 ，OK， 我们其实不到还有第三次啊，不管是几次啊，然后我看到你就是一次就对了。好，那其实感觉怎么样？其实开始并不知道，并不是很了解这个行业，对对对。到现在已经是逐年增长，对对对。啊，那你觉得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呢，一定要就把这个心态转，一定要去做方向，要怎么样？要怎么样？对，觉得这些方面呢，我就希望大家呢，就是能做的话，能做的话，然后就是。哈哈哈哈哈哈。OK， 那其实我觉得啦，最主要最简单的，我可能是需要先做功课。因为关于这个环节，毕竟你在第一次来到这个单元里面的时候，你上个小时就必须看那三首指定歌曲嘛。那这两张三首歌曲，歌词你先要看好这歌词。那另外呢，还来就是先啊，当你没有入围的时候，你就是事先准备，可能你就会入围。那你就有一首歌曲，至少有一首歌曲。因为说等到入围的时候，花，我入围了，这个情况我应该是怎么说的？
那如果是你不获得的话，就把机会让你，让你跟他的什么，那个什么，提前。